第三联盟对第六联盟的第一场的淘汰赛。Drivers behind the line, 3, 2, 1, 来看一下我们的自动阶段的比赛，先看一下蓝队，蓝队三个机器人越过机动线，哇哦，蓝队成功的做一个自动。我们的红队，红队三个机器人越过机动线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的手动阶段的比赛，先看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6766，他在夹住机器人放去争夺跷跷板的所有权，哇哦，成功拿至跷板所有权。再看一下我们的蓝队，哦，蓝队这边是7080，只有一个底盘，这边的6386，哇哦，哦，太激动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来再看一下能不能把所有权倾斜过来。哇哦，成功的放置，这边蓝队的6304在吸起能量块，看到红队，红队的5831在夹住能量块，这边红队的6952移动的能量块到敌方的基地，这边红队的6766在吸起能量块放卷，看到蓝队，蓝队的6386，哇哦，能量块的6386把他的所有权争夺过来了，这边蓝队的6304上了三块蓝色的所有权，根本的红队，红队的6952在寻找能量块，5831快速的放置能量块，看那边的蓝队，蓝队的6386和6304，6386负责高处，6304负责低处，看到红队的三支队伍，红队发射6952，他负责高处，这边红队的两支队伍啊负责蓝低处的得分，看一下我们的红队这次能否把天平的所有权能够争夺过来。哦，有一点高度有点限制，看见红队的6766成功的放置一个黄色能量块啊，这边的蓝队，蓝队的6386和6304再推过，哇哦，把能量块推到场外，哦，差一点，看到红队，红队的6766和6952，看看各队的表现，最后的30秒，看这个30秒各队的表现情况。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红队，红队的6952能不能成功爬升，哇哦，成功爬升了，再看一下这边的蓝队6386，看一下能不能成功爬升，两个红队成功放基地，看一下6386能不能成功爬起，哇哦，看一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